开始。呸，什么玩意儿？回来了，菲里啊！静安，别闹！臭流氓！江巡安，报应啊，报应啊！你费尽心思倾覆一切，林静安终是回不来了。林静安，别闹了。江巡安，哎，我说你好吵啊，能不能闭嘴啊？莫名其妙的被两个人扔到小说世界来，我很脏的好不好？巡安哥哥，静安已经回不来了，你回头吧。绿茶姐姐，请停止你的表演，很尬哎。你，静安，我就知道是你，只有你才会这般维护我。还有你，本姑娘让你报了吗？经过本姑娘同意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林静安怎么不记得他们？我怎么知道？可能是离开的太久，记忆断片了吧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